唔係啊，係 Mira 阿媽啊嘛 ，Mira， 哦，係啦，多謝大家支持。睇下有啲咩，即今次同上年嗰個感覺咧，係咪都已經係適應咗，或者再 friendly 好多噶啦？係噶，我諗我今年嘅預備多咗咯，比舊年。咁不過都係最後歌手獎，我都有啲錯愕嘅，因為始料不及，即係我自己冇預歌手。我諗我覺得本身我覺得唱作獎就比較大信心啲嘅，係啦。咁所以驚喜嘅嗰個位。作曲人第一就方面咧。作曲好似之前係咪都有啲數據都出咗噶嘛？即係係咪你哋定唔知邊個計過啊嘛？因為幕後獎嗰啲都以往都係早啲出噶嘛。咁所以我都知係即係唔係自己咯，係啊。即係個心情都。好啊！我覺得即係香港有好多其他幕後真係做幕後好叻嘅人啊，或者係編曲啊、作曲作詞啊，咁所以我覺得好多人都值得需要加佢咯。咁所以好好。表演啦，即係自己個表演嘅 idea 啦。上年表演是跟陳雷和YoYo， 今年也有YoYo，但陳雷就離開了我們了，那就也開心的，即有今次第一次跟 Perse 一起因為 Perse 去 arrange 這一段 medley 的編曲，所以我覺得好玩，還有歌都很合的，即 我也有唱到他們的順下意，那跟特倫斯都是挺合的，我覺得是的。都適應㗎啦，不過都係有啲緊張嘅，即係有時可能要表演啊，或者都係講嘢都係有啲驚驚地嘅。頭先表演都有啲驚啊，因為我哋本身我就喺呢一個當喺呢個位度出場啦，但其實 YoYo 唱緊半隻嗰時候，我仲喺台嘅對面咯，咁我跑緊佢，我死啦死啦，喂係咪漏咗我？冇人知道我喺邊，跟住我自己跑翻去嗰個要上台嗰、那個嗰、那個位度，咁啊嗰度係。驚驚嘅少少，咁開頭都窒咗少少，係呢啲要經驗真係要吸取多啲，係。咁阿 Serenity 喺度會唔會都令你定心少少？唔會啊，佢嚟到我咪即刻走咯。大家見到個 part， 佢咪我嗌，唔係我唱完之後，跟住佢就 I like a drink， 跟住我就即刻走咯。design 都好好，我覺得呢個 part 嘅 Melody。嚇、啊，唔係，我就係唔嗰刻我又話我 blank 咗，我唔知講，即係我即刻未撈到，咁佢話要多謝我啊，咁跟住我就俾佢危言聳聽咗啦，講笑啫，係咯。咁係咯，都係嚟緊可能即係會唔會喺明年啊或點樣開數啊？好多未知數，因為我答實在我自己都唔敢肯定同大家講或者同自己講住，因為真係。我諗大家都知道，譬如開唔同嘅場館啊，或者地方嘅 show 都好多變數啊，唔同場館有好多限制啦，入座率幾多啦，咁同埋究竟批唔批啦，又冇期啦，咁呢啲等等變數，即係所以我都係咯，都寫唔爆，冇得寫爆單，係答唔到住。嚟緊都係會作即係唱人哋嘅歌。下一隻係啊，都係嘅。咁都做緊嘅，都好好聽嘅。咁係咯，試下咯。即係有時唱自己嘅歌真係舒服得滯，咁所以唱下人哋嘅歌會可能有啲新鮮感嘅。好多謝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